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据 Verge 报道，早在今年一月份， Facebook 就推出了游戏直播试点计划，以此来抗衡目前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直播平台 Twitch 和 YouTube。 据了解，Facebook 多年来一直试图进军视频直播领域，从 Blizzard 2016年与 Facebook 合作开始，便一直为之提供直播服务。最近 Facebook 向其移动游戏平台添加了直播流组件，并与电子竞技组织 ESL1 合作直播 Dota 2 和 CSGO 比赛。今年三月，Facebook 为开发人员推出了一个 API， 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其平台添加直播流。Facebook 推出游戏直播服务 FB GG， 对标 Twitch 最先出现在动点科技。